Hello， 各位大家周末好。今天哦，还蛮奇妙的哦。下午刚刚现在还在下一点毛毛雨，但是呢，昨天晚上哦，我们的天空呢，就你知道，每次只要台风一来，你知道看那个天空啊，是一种很奇妙的颜色，比如说是大橘色啦，或者粉红色啦那种呢，通常都是台风天。哦，那应该有台风，台湾附近应该有个台风啦哦。今天呢，突然间下午了，大风大雨的哦，这个是。蛮酷的哦，就是真的，你看上面的椰子树啊，什么都在飘着风雨，然后现场呢，现在也在滴雨啦，所以我不知道这直播可以直播多久。我们就是，哦，风超大了，好爽啊！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像这种台风的天气啦，哦，就是可能住台湾住习惯了，一年没有来感受几次台风呢，都会感觉怪怪的，就像台湾人习惯地震一样啊。哦，靠腰啊，风开始多啊，下雨了啦。进来，进来，靠！要下雨了，我要跑进来躲。我先进来躲，我不管他们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站在这边为各位做直播哦，因为现在是现场在下雨了，你看到那个地上雨开始在下了。啊，我本来想说带他们到我们附近的公园这样就好了，想说呢，好久没有带他们来草地上跑一跑了，所以今天特别跑来这边。进来啦，进来在等候。算了，本来昨天我们也想要帮他们洗澡啦，但是想说还是等天气好一点再洗，好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昨天洗，今天他们又淋湿了。然后狗呢，只要一淋到雨，就会有一个很臭的味道。哦，这个是上帝发明的一个臭公式。啊，你们自己去玩啊，他们就是这样淋雨耶，太格告哦。看大大在跑，超疗愈的。然后九九在那一边，九九刚在那一边慢慢的散步。哇，操场还有人在慢跑哎，他们就让他们淋雨吧，反正他们好像也没差，只是呢，我现在被困在这边呢，我没有带雨伞，也没有什么，我只能等雨小一点，我才能离开这个地方。然后现在我的镜头里面呢，没有任何一只狗。哦，九九在那个警卫室后面啊，九九出来了，九九在那里。哎，大哥哎，来躲雨哦，进来哦。哎，这雨。你没有看到雨吗？雨超大的，进来啦，大哥哎，来去。九九就这样慢慢走哎，好惬意啊！啊，大大多多嘞，大大多多，我靠，超大的，啊，我被困在这里了，没关系，好险这边还是可以躲雨的。然后九九呢，就在雨中这样慢慢的走着，等一下回家呢，要简单的擦个澡了。哦，雨超大，九号，阿九，刚刚以为雨会，哦呦，大大回来了，大大回来了。刚刚以为呢雨会小一点，所以我才带他们出来，结果没想到呢，现在还是大雨。多多，啊，多嘞，目前只有我们的，哎，大大，你有没有淋湿？哎呦，多多也回来了，多多也回来，啊。我们在走廊这边等雨哈，啊，你们要打架在这边打一打，这边玩就好了。啊，我 Q 你爸爸，哈哈，这个雨太大了，九九，哎，九九真的是老江湖呢。你说再大的雨呢，九九还是可以慢慢的走，他有他自己的节奏。九九现在在那个这个后面，超大雨，多多真的体力无从发泄，只好咬大大泄恨了。啊，我领你家打架了啊！现在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咬咬，不错，咬咬，咬咬咬咬咬咬，反正他们也没事干哦，就是在走廊打个架也好了。咬咬嘞，耶，吹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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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消耗一下体力哦。啊，下雨天没事干就在走廊打架，咬咬咬咬，耶，吹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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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九九，哎，这个风雨真的有点大呢。啊，我们九九还在后面那一个草地那边。九九，九九来耶，打开。啊，我们现在就被困在那个这个走廊这边呢。然后呢，多多大大呢还知道啊，九九还在那里。九来，耶，过来。哦，你看我们老爷就是。
老江哦，我的天啊，什么大风大雨没有见过，对不对哦？哦，九九就有他自己的步伐，一步两步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啊、哦！九九，九九，跟你慢慢走，走过来，跟你，不要在那边淋雨。哦，有够惬意的啦！哦，这个配上这边再放个你哥的那个 logo 呢，很像哦，就是人家在 KTV 唱歌的嘛，哦，的那种伴唱带的画面。九九来，跟你慢慢走。那回去要叫我妈妈擦。哎呦，哎呦，终于摔啊！那有个坑洞，就差点摔倒。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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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对，慢慢走就好了啊、哦。哦，哎，又搞当地了，湿哒哒呢，甩一甩，甩一甩。我们现在完全被困在这个地方了，各位，现在1000多个朋友呢在陪我们躲雨，没事干的。本来想说今天来个青春热血，让他们可以在草地上奔跑，靠腰要冷哦。我们现在只能就是被关在这个无垠的走廊，我们四个帅哥在这走廊这边休困。多多。你们青春热血可以草地上造起来吧，啊，我这边没有石头丢给你捡呢。如果现在这里有一颗石头，我就可以丢，你就可以在草地上跑了。哦，反正都淋湿了，没什么差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听得懂对不对？啊，我找一颗石头给你好不好？但是，好了，北齐大大去了哦，大大大大去滚滚了，反正你太高高也无差。有，他们开始。该出来啊，该玩的还是要玩，就算是淋雨也没差，反正都已经湿了。好，阿娇，你坐在这边等啊，我们等雨小一点，我们再回去。现在被锁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哦，我没有带雨伞啊，然后雨越来越大，然后这边真的没有石头可以让多多玩，多多想玩，但是呢，这里没有石头可以让他玩。哎，哦，不是，我以为地上那一颗是石头。没有呢，多多没有石头啊，没有石头可以让你玩呢，那里只有一个石板。多多你想玩对不对？我来这边找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东西可以丢给你玩的。来，九九，九九来，我们走这边，嘿，来，我们往这边走。哦，反正呢，既然外面在下雨，我们不能出去，我们就是在走廊。散步就好了啊！哦哦，多多跑起来哦！哦，会滑哦，很滑啊、哦，多多。我其实蛮喜欢看多多的在跑的屁股，他的屁股跟大大的后脚不一样，大大后脚是 O 型腿，多多的屁股很像两只很结实的鸡腿。哎呦，这里有石头，这里有石头，太好了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哎呦，哎呦，多多看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好了，啊，多多，要湿就湿到底，去吧！你看，真的，一个热爱运动的林金多呢，就算这么大的雨，哦，也是完全浇不起他的热情。哎呦，我的北齐大大也去了哦，哦，大大在雨中跑起来呢，感觉他的腿特别的短。大大那个好冷，太格高哦，人家算了啦。他们现在完全沐浴在大雨中，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乡下小孩就这样子哦，尽情的淋雨，尽情的弄脏，送送的啊，不用担心他们会着凉了。现在天气很热啊，哦，来来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哦呦，好棒！阿娇，我们在这边休息就好了哈。大大，你也要玩吗？哎呦，大大也要哦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去吧，你看，这么多么青春热血的画面，就在我们的周末上演。哎呀，东东找到了吗？哦，大大这样跑起来好像熊哦。
哎，我们看一下大大的。哎呦，大大，你这样很像一只熊哎，你好胖哦。大大的屁股摇得很大呢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啊？去吧。哎呦，连金大找到哦。但是大大咬到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大大不会还我。大大来给我，给来，你看大大不会还我。哎，多多去抢回来了。好，来，给我。哇，多多你好乖，你好棒。哇，我们林金大全湿了。怎么样？干你什么事？等一下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多多要玩吗？大大要玩吗？哦，大大好像熊哦。去吧。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湿了，雨超大的。不过没关系啦，算了啦，反正都湿了齁，就湿到底吧，湿到底吧。大大要不要玩？要哦，去吧。有没有找到？这雨超大。我吹点吧。大大很认真在找哦，难得看我们大大这么认真在找一个东西。哎呦，大大找到了。阿九，那我们坐在这边休息，看他们玩就好啊。哦，你也全身都湿了呢。来，大大拎石头给我，来，多多抢回来，多多，替大大抢回来。哎呀，大大是不是？抢回来了，给，对对，多多，帮我把石头抢回来。给，大大，你不要这样咬我，我只是因为不想出去淋雨。多多抢回来，给。我看大大就是不抢到石头就不还我了。来，大大过来，来，给我。给我嘞，大大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啦！耶，石头还我。哦，大大就是不还嘞，他宁愿含在嘴巴里面，他也不要还给多多哎。哇，阿九，你好，你们好湿哦，他们全身根本都泡水了。大大，石头还来，对，多多，赶快抢。大大就是不还，大大好坚持哦，多多，耶，抢回来。因为大大呢，他就是喜欢霸占着石头啊，多多是一定要把石头抢回来，我才会再丢给他。来，给我，哎呦，大大自己拿回来呢，哈，不错啊，要不要再玩？要不要？要啊，去吧。哦，这雨超大，哎呦，大大又找到了。哦，不要看大大这样笨笨的，那也是蛮厉害的呢哈。来，大大还我啦！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啊。你看多多偷咬大大，多多刚刚偷咬一口大大。大大，过来。不还就是不还。哦哇，多多这样一甩，全身的那个水哦，来给我来，哇，真的是落汤鸡耶，哇，三只全湿，哎呦，不要在这边甩了，还要不要玩？去吧，哎呦，又是大大找到哎。啊，超酷了，大大蛮厉害的嘛！哇，他们全湿了，跟你讲，全湿，全身都是水。来，给我来！哇，大大你会咬回来了，你学会咬回来了，很棒哦，大大，很好呀，很厉害哦。去吧，这次给多多一点机会。
然后我们的九九，九九在这边休息，然后雨太大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哇，多多，多多好棒哦！去吧。哇，九九，你全身都是水，你看，都是水。啊，这雨太大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现在洋葱呢有在看我们的直播哦，洋葱你现在应该在看我们直播，洋葱你如果看到直播回答我一下，你在下面留言回答我一下，你等一下帮我送雨伞过来好不好？我在国中，我们呼叫洋葱，呼叫洋葱，洋葱你现在应该有在看直播啦哦，你如果在看直播呢，你在下面帮回答我一下，你帮我等一下帮我拿那个，不然没有看直播的话，我就是。这个直播结束打电话给洋葱，叫洋葱帮我送雨伞过来，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回家，去吧。哦，多多很坚持呢，超级坚持。这个我如果硬要回去的话呢，应该等一下就是全湿。我刚刚有看到洋葱有在看我们的直播啊，因为洋葱在店里应该有在看直播，所以他如果有看到，如果没有没关系啊，我等一下再打电话叫洋葱帮我送雨伞过来就好了。啊，素瑶，啊，洋葱看到了，洋葱你帮我送个大雨伞过来好不好？我们在国中这边，不然我回不去。啊，我看到洋葱有回答了哦，去吧。我们现在已经透过我们直播呢，紧急呼叫洋葱了。洋葱已经收到我的讯息了，啊，所以洋葱会帮我们送雨伞过来。水瑶，水瑶，哦，谢谢我们的洋葱，啊，很多人会问说，洋葱为什么是柯基哦？因为洋葱它就是长得很像大大，哦，就是肥肥短短的，所以是人类柯基，洋葱就是它。OK。好，那洋葱已经收到我们的求救讯号了，等一下呢我们的英雄洋葱就会帮我们送雨伞过来，让我们可以不用淋雨回家啊。这三宝呢已经全部淋湿了，无所谓了啊，哦，去吧。超酷的啊，啾啾啾啾，来我们这边慢慢走，来我们走过去那边等洋葱，来咬过来，来走。其实哦，你这样换一个心态去想，就是呢，现在就当作他们是在玩水哦，就是我们今天呢让他们玩水，那换一个心态就好了哦。他们只是淋雨而已，但是呢，就想说我们之前假日都会让他们用充气的游泳池让他们在那边玩水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，哦，就是让他们呢简单玩个水。那我在这边等洋葱来，啊，你们自己去淋雨哈。等一下洋葱就会出现在校门口帮我送那个雨伞过来了，啊，就是自己的员工有在看直播的好处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可以透过直播呢直接求救，啊，来给你来，走了走了，给给，哎呦，那个稳定器没电了，我们等一下洋葱就会出现，英雄式的出现在我们的校门口。不过我们店到这边的话还是有一段路啦哦，所以可能没哦，现在雨变小了，太好了，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来了哦。我们等一下等洋葱来呢，现在雨刚好也变小哦，回去呢比较不会淋湿。好啦，大大力，那一颗石头要含到什么时候啦？还给多多啦。现在雨小一点了，我现在要走去那个地方等洋葱，走，给给给给给，哦，给雨小一点了，我们要来校门口这边等洋葱的雨伞，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回家了。给奶油，走了，给，走，趁现在雨小一点了。第一次直播遇到大雨，然后忘记带雨伞，还要用直播求救的方式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，等一下洋葱就会来了。
走啦！哎呦，你看天空突然间打开了一个蓝天的缝隙哦，让我们感觉呢还是很有希望的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的大雨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你们陪我一起躲雨啊！好啦，那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